其实也蛮杀掉蛮伤的，差那个卡位搞个大的。哎，夏洛没闪现的，你凭什么？哎，干嘛啊？京东他们主动打干嘛？霍普这个吃个 Q 死了呀！Double kill， 卢拉就是垃圾，吃 Q 跟其他东西没关系。这边说你不是这波什么？自己碰瓷啊！就是卢拉垃圾。中路在草丛，高高没闪现，这斗龟脸的好像没了，这下踢到脸上，要去接个垫子，高高没了已经。能换一个吗？高高，哎呦，妖姬挡了一下，能走吗？在操作，妖姬上来，把电走了，死了。在吸高，打了个净化水月。妖姬是技能呢？哇，快快上单杀！单杀了，那又结束了呀？我感觉又结束了，冲关了呀？选选大树。中路这波没抓到，哎，这没死吗？对劲，高高，那是鞭子去了，就把逮捕了。看怎么单杀这位置 ，W A 接个 E， 再接个 R A。再来个二段啊！哎呦，风暴 A， 这怎么杀的？闪现 QA 正好又来，很完美的一套连招。求稳，这个确实在招。下路三六九，下路来了，这波怪游走三六九的，好像是要立功。哎，走下来好像弄到了。哎，后方打三六九的羊，被躲了，但三六九来了。辅助怎么说？其实没羊了，不能这样，三六九不能这样，就是这么抓。我这太光了，密切的水炮很完美，上来打了终结，盲僧完美的终结，谢谢。那这一下又回来了呀，这个大树，哎，就这么装，强贵贵三六九，奶妈给我倒下，捡到奶妈灵魂，盲僧还想打龙，盲僧赚把龙捡了，差一点抢到龙，可惜大树怎么办？大树这边好像没什么用啊，跟三六九完全打不动啊，完全没得耍，哎，还会打不动吗？好像这个大叔杀不掉，杀不掉。上路差距过大了，他们的大叔像陷阱。高子这波其实舒服了，他真的是给他玩了把位呢。哎，下路完了，这位置没上第一时间。哎呦，这口奶有点多。啊，上当了，再上当了。卖一个，卖一个，接个龙，死一个能接受。你那个针眼是坐到草外面的。这种海妖，哦不，这种什么盾弓都打不动的，哎。高子没闪的，高子永双盯的还可以，但持续的这个追击大树，持续的刺探追击，再给杰克树和拔毛好像，拔毛呢？哎 ，OK， 拔出来了，闪现一，但是回来了三六九，动我兄弟 ，OK， 人多不行，这个位置有点尬，不管就要打你，你虽然杀了我兄弟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打你一下，好吧？老板也没羊的，完全打不动三六九，大步往前走，很强势，现在三六九，哎，下路先抓高高。打一套，高高在偷果果吃，哎，高高吃个果果，顶到奶妈了，这波力大攻，那就可以吸走，打的滑板鞋大招也可以，奶妈就不能装逼了。干嘛？怎么老是被开啊？这人碰的吗？感觉玩着玩着，阿基一把对位置让出去了，这边高高偷大招，好像滑板鞋被秒了。结束游戏，我说了，这玩着就没了，我都说少了，我觉得京东我想说八成的。哎呦，打不了团战就打不了。可以，这么肥的一个 AD 直接暴毙，那这不没得玩了。主要这个盲僧大树妖姬全没用，然后滑板鞋还被秒了。对，滑板鞋也怪，滑板鞋也怪玩的，赶紧回家吧，其实差不多了。我觉得他刚刚是一个人上去滑后普，对，然后把自己滑死了。对啊，直接把自己送到了永霜里面。能抢龙吗？但其实风龙就算你抢到也无所谓。哎，下面杀人，卡拉位可能倒了，龙好像没了呀，卡位倒的瞬间。哎，撑不掉，撑不掉，死了。他直接太死了，这盲僧。大树在上面看了五秒，这不有没有不干事的？好像被沉默了吧，打断了。嗯，最开始奶妈有个 E， 还被盲僧踹了一脚。龙刷了，怎么办呢？来了，迷离的大叔来了，没什么作用的大叔。刚刚出来嘛，大给队友全队来一口，真的真会来嘛，高高，真的都可以。找奶找 CD， 哎哎，我说了直接奶呀，怎么不奶啊？早点奶呀，他们掉水就奶就行了呀。我没想到这么变态啊，突然一下，哎怎么样？哎别玩了，玩脱了呀，我感觉。呀，红吧，完了，三六九这波顶得住？赶走，说卡拉为什么收一个灵魂？这波跑了就跑了，三六九倒了，三六九倒了出大事了，要进一个踩死。是高子太什么？大龙掉了呀，如果对面冲眼直接打大龙就掉了。没了，求稳。是的，他慌了。队友刚刚那波拉是他慌了，不是拉是降完，他回去要降工资了。他不是降工资的问题，他可能房子没了。这树宝人一个在这里送了。哎，奶妈逮到了，他有戏。
但西一个羊自己喜欢救人，闪现被撞到了。但是有点远，还有一个沉默。这盲僧正拿着单挑，啊，这个又失败了，大哥哎，你这也能玩盲僧啊 ？QF6没有 F6。他为什么永远 Q 不到啊？他那个 R 就是因为这套出装不够自信玩着，你懂不？没伤害，他是不是斜眼啊？有点，哎，恐怖罩烧死，太色了，这个人太色了。他电击罐刚出来不够自信，他就叫巨装鞭拉伸急了拉伸，哎，把拉面秒了拉伸，牙膏追他拉伸，拉伸回去，这个拉伸带走的话，打出他的一个捆绑，哎，这波不好说，哎哎哎哎，这牙膏这个意义到了，滑板先给我打，我看还是几个废人，这几个这个讲废的几个人。三六九完全不掉血团战，就追奶妈，奶妈这波也包走了，奶妈到了闪现吧，大龙能不能打？没打也算了，看大哥欧洲法王人设继续，兄弟，你玩个锤子盲僧那里，电击涡轮怪，兄弟，说实话，你先把这套出装先改一改，这套出装真不好，真不好，兄哥，我现在怀疑肉哥打 W 能不能赢，怀疑不带掉血的。好一些装备根本打不动，只能靠了二十一个人开了滑板鞋，好像威了，来吧先洗澡，金身躲一下，金身什么意思啊？小宋，对不起，我要上来就顶三个，再见一滑板鞋给我倒下。盲僧呢？盲僧呢？盲僧呢？跑了，盲僧一波了，一波了，盲僧满血直接跑，把队友一卖。有兵线吗？差不多了，一波了，今天光速下班，恭喜京东，恭喜京东。有兵线吗？应该是玩不了，也玩不了了。妈了的欧德曼，这两个哥们儿太挺直了，这兵线也续上了，三六九回家有 TP、嗯、这个盲僧下个赛季有可能拿机看不到他了，有可能换新人了，这很怪，他哪出的这个，他赢滔搏了吧，明明是那个，他明明是出的可血，不搞人心态嘛。哎呦，高高开始站起来，高高那是被高高单防，盲僧也在近身，卧槽抽到了，但是死了、嗯、没有二段 Q一波了，让我们恭喜京东三比零，三比零直接晋级。我们等明天大的了，可以、啊。明天 RGTY 是不是欧美全部全军覆没了？现在是的，最后欧美的这个唯一的希望，直接被京东三比零带走了。现在剩下了所有的队伍都是 LCK 跟 LPL 的队伍。嗯，感觉中路拉森打了三把晕了。我感觉我隐隐抽到那个那个什么来着，那个妈来长的偷笑了，我听他笑声了，在这就莫名其妙的玩的。恭喜京东，恭喜！不是这个盲僧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他打滔搏，耳扣扣没空过，而且各种绕后摸眼抽烟机。然后他这样说的是，然后他故意打京东这两把的盲僧，各种耳扣扣空，他就给他观众的一个那种感觉，就是这盲僧也能赢滔搏，这不搞人吗？这个人他是水黑吧？他有可能那个想搞滔搏。他有可能当年就是被阿水拿第一个冠军在仁川的时候，他可能当时是台下一个小观众，你懂吧？当时就狠狠地对阿水打了一拳，等着我报仇，他就等这一手。不是他这一下搞的，而且他这个出装真没道理，你真没见过，这没道理，真没道理。